收回马车并将其送回指定地点。来这儿干嘛？这不老弟。来，我的马来了，包皮来了，去把这个马车抢回来，看能给他赚多少钱嘛。哎，哎，我操 ！A few moments later， 天都亮了，给个机会吧。哎哎哎，不要不要！哎呀，按错打他一拳跑掉了，狗日的！我的马！我的马，来加速，驾！驾！站住！我要为我的马儿报仇。哎，马，跪下了。哎，送回庄园。哎呀，起来啊，马儿啊！不要吓我，不然好不容易这个做的任务就失败了呀！哇，两个的汤，我操！好了，马车都烂了，马也跑了，完了，白做了。